你如果说像他们保险业务员是谁做业绩谁的啊，我这个做是做你们最贵的啊，对啊，那个时候我就跟你买那个袜子两双那个厚袜子啊，买过两双啊，刚你们刚开店的时候啊，你有买？有啊，现在是说我提醒我，你先讲先踩，我看你穿几号的，好，往后面一点，嗯，哦，这样试也蛮好的，不用一双一双，那你43的，哎，那时候990你怎么不买？没有，我不要皮鞋，我要休闲鞋啊。你要休闲啊？对啊，因为我现在他妈的那一地一休一个月休到7天8天啊，我总是要去外面跑啊，关在家里面看连续剧会疯掉哎、欸哦。不行啊，要去走。那、我这样，我今天也是那个，就下午去银行嘛，然后再去庙里面拜拜啊，谢太岁，然后再去彩券堂。没有，已经过礼拜天是12月15啦、啊，所以说过12月15就可以去谢太岁啊。我早退，24号再上行。没有啊，就是。你钱花满了。哦、啊。再上，哎。外公，鞋也袂使打落去哦。那是。要用鞋背啊。哈。给你打落，这样能保护你的脚跟呐、啊。保护脚跟。哎、欸，外公，鞋在这穿较久。这个家都做。你拄头前去，那拄你脚刷较快。哦，这安安呐、啊。没有，你这边空的，你脚还没穿进去。对啊，只是说紧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啊，无这个有较大。我较大好，较大好，啊，只挡袂落，挡袂落，挡袂落。我脚步就较宽。你就是脚步较宽。因为我这长底脚要固来一边的，较宽一边，较实。好啦，嘿，安尼安去捡去。嗯。好啦，对头前出去。嗯。呀，入未入啊？好啦，安尼行看身大未？嗯。你这是无穿入去，你穿入差不多，这就会使。你看，来。因为。未伤大吗？稍等嘞，我搁摕条车你穿。好啊好啊。我教你先试下。无啊，我是脚一定会膨胀嘛。嗯。主要是这倒脚脚步较宽，啊正脚有较萎缩啦。这两下重。你会记后底只袂使直接打落去哦，这是保护你这骨头只。哦，迄个。歪去，你知道？所以你袂使直接打。但是你若要下肥也袂去，我连讲我送你钱。免啦，我这是出门，莫穿铅拖较安全啦。哎、对，因为铅拖我都莫歹在啊，徛起有当时啊，脚铅拖顶你绊落，我安足危险的啊。哎、对，嘿，安全较重要。嗯。有呐。嗯。往前面。耶、yeah, ，入去。哦，来。这淡薄仔困难。没啦。嗯。这安尼哦，较保护性会较好。嗯。OK 吧。啊，我等等。我等等。啊，我录音机。鞋打太极拳了。我来冲你啊！他打波棍的，你打波棍。就可以了。我来打波棍。啊，来了。别抓了哈。没了没了，没事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。新鞋子。会使，这种差不多会使。主要是迄、那个，这涂骹较滑，不要偏偏你咧冲的时，冲的时然后抓地较差。那动路的伊就较紧，停较开啊。你是阮这下底热关？嗯，好啦，来，这你涂骹有哦，歹势，没啦，不要留遐摇头，遐转的。好啦，嗯。好啦，我拢安尼啊，安尼就开啊。好。好啦，我再互你加。
啊，今日就买两个迄个红珠莲的纪念币，啊，就买4000块嘛。啊，我去拜拜一路，搁开一个拜拜，透早食饭，会保拜。领钱。我领两箱金吗？哦，犒赏一下自己的就来了。啊，都爱买，都爱买啊！我一寡讲，因要给人，都爱给人啊。我妹妹也预产期被我哈，哎，什么事情？上次卖那个草莓那个小姐啊，哎，什么小姐？她现在还有在这边设柜吗？搬走那个什么椰子油，那搬好几个月了、啊。搬走了。对啊，搬好几个月走了。她跟她朋友讲说她在旁边。我唔知呢，潘姐。哎，没有搬好几个月了、啊。你打他手机看看吧，我也不知道，不好意思啊。那是搬好几个月了啊。哎，拍谁拍谁？好近。安尼8000块开到剩无1000。啊对诶，正常剩无1000。Yeah.